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好呀，那个这位是沈月。Hello， 跟不同的人去相同的地方没意思，要跟相同的人去不同的地方才有意思。用什么呢？用什么呢？你真的好厉害。是，说到点子上了，弟弟。你想看的话还有长脖鹿，我就来长脖鹿，长颈鹿。你不会每天都在跟我们比谁好看吧？当然没有了，怎么会比得过你呢？往前看，对，往前看，对，哇，我绝美，哇，绝了，好美，好可爱。他也帮我跟他拍张合影，这样子。我们要几份？一份就可以了。行，可以。多逗的他，在你后面，不像你是吧？对不起。